第二十题，丁导线连接的电极材质应为下列何者？那我们题目上要求的是铁质汤匙上镀锌，那丙是铁质汤匙，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要接锌片才能够镀上锌喽。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丁导线连接的电极材质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锌。